水条桥了后，就是单卡庄咯。但你这下是无讲啊，搬完，我会派人送你对遐过哈。嘿，奇怪，看在恁两家相离不远嘛，为什么奈我咧何乐相处呢？这，哈。你刚山来到这只有头一摆，阮的代志根本你就未了解。原因就是，因是漳州人，阮是泉州人。因漳州的人先来到这个所在占地盘，随后阮泉州人来到这徛起。伊惊讲是甲阮的势力会胜过伊，而且处处在咧甲阮作对啊。哎呦，哪会想到这么多？漳州人甲泉州人，遐毋是拢平平是人，何必着安尼先计较？比如讲啊。阮祖先啊，伊嘛是住伫迄漳州，伊阮阿爹细汉就去泉州学戏，到大汉，啊娶阮阿娘是泉州人，啊佫生我，安尼到底我是要算泉州人，也要算漳州人啊？你哦，嘿啊，你来到这啊，你是唐山人，阮是台湾人，知无？我嘛听无啊，听无不要紧。反正你住这个所在停留几工啊，慢慢我再解释给你听。安尼好，行来，咱来去。孙悟空，少爷，问天问情啊，将我讲。你讲什么呀？各行几步就会到苏东。准哥，你那是啊，精神的袂轻松。咱漳州偏僻也无风。少爷，少爷，你真管心宽哦。我不是软弱的女红妆，阮戏班是南来北往，我寸土可比少年郎。恁戏班的生活无安定啊，恁所住的。奔波是无时停，敢讲无想买另外来换环境啊，另找迄个他途来为生。一般虽然袂安定啊。但是阮彼班人是足重感情，四处奔波，阮会互相照应，同甘共苦，自命人生。我今朝看。不过今仔无心情，来去佚佗啊！无心情啊，是为甚物啊？因
为我惊讲，我若是约你的时阵，你无爱甲阮看。原来是安尼啊！放心放心，你若认真搬的，我必定好好甲你捧场啊！真实的哦。当然哦。一言为定哦。一定一定的。到戏台哦，这个戏台到底安怎样？看有满意也无满意哈？准备好前程看戏台。天来向东，地向西，我着起来甲看卖。喂，地顶外宽，我着知。该练啊！
这查囡仔无简单哦，你的功夫学到这么真好啊！嗯，厉害，确实我厉害。你唔则是看袂出来？安怎？哇，咱伫咧讲啊，真人是不露相，看起来你外表这么啊斯文，佮有这把好功夫啊！少爷，你功夫真滴学来哈、啊？我哪有啊？哪会无？好，啊，讲来上山，阮本地方哦，啊，就传主题戏啊。我细汉的时阵兴趣，啊，就招一挂囡仔伴，好朋友。就去遐学两段尔尔嘞，上台你莫笑哦。我甲你笑。嗯。哎呦，迄我真唔敢哦。你若莫甲我笑，我就足欢喜啊。佳哉哦，佳哉你无落戏班，然后你落戏班哦，阮即碗饭我唔免食。看起来，我上台就爱拜你为师哦，少爷。哎、欸，你莫叫我少爷，叫少爷感觉真正轻松。上头 啊， 啊，你以后就叫我文殿就好咯。叫你的名字？对啊。哎，袂用真哦。那阮阿爹有甲我交代，阮若是出门，就爱安尼规规矩矩。如果若互伊知影讲阮无礼貌，会甲阮骂呢。唉，好啦好啦，凊彩，你若欢喜就好。哎、欸，看来时间无差呢，要无，好倒转来去啊。好啊，行。